日，刘晓庆在微博晒出一组图片，并发文称，环境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杯咖啡，喝咖啡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喝咖啡这件事，这件事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态度。照片中，刘晓庆在阳光下十分惬意，一会手捧咖啡，一会对着镜头甜笑，而她的容颜丝毫看不出年纪，让粉丝十分羡慕。网友纷纷留言说，态度决定高度，难怪你这么美，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情，给自己放放假，真好。刘晓庆从一名小演员到一位声名鹊起的大牌明星，期间所经历的风雨历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毁誉参半，但他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其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辛勤汗水绝对是客观存在的。